刘德华藏了多年的女儿终曝光，长成这样，难怪华仔至今不愿公开她。虽然如今刘德华已经56岁了，帅气的脸庞已经有了皱纹与尾纹，但依旧无法阻挡大众对他的喜欢。即使他七老八十了，只要他还拍戏，我就一定会去追剧。这就是真正的演员的魅力吧。我们都知道刘德华是老来的女，她都已经50好几了，女儿刘向慧却才5岁。刘向慧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为刘德华保护得很好，根本找不到正面照，想来华仔也是怕刘向慧被舆论影响吧。近日5岁的刘向慧终于被曝光了，只见刘德华手捧蛋糕，刘向慧摆爱心手势。虽然照片拍的刘向慧的脸比例有些奇怪，但丝毫不影响她的可爱。刘向慧的正脸长这样，和刘德华丸子拍，一大一小嘟嘴卖萌，十分可爱。这照片应该是年初刘德华泰国坠马住院后拍的，父女俩同穿灰色短袖亲子服，很有爱。刘向慧眼睛又大又圆，灵动可爱，简直就是朱丽倩的复制粘贴，不得不感叹静音真伟大。当年刘德华恋上朱丽倩也不是没理由的，朱丽倩年轻时是马来西亚的新潮小姐冠军，那时的她美貌足以媲美范冰冰。虽然现在范冰冰年轻貌美，好看极了，但等范冰冰年过半百，未必比朱丽倩好看。朱丽倩也算是保养得挺好的了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。刘德华和朱丽倩的恋情刚公开时轰动整个娱乐圈，不少人认为朱丽倩根本配不上华仔，但朱丽倩既然能够嫁给刘德华，刘德华又不是普通人，选的妻子又怎么会是普通角色呢？朱丽倩除了人长得漂亮，人品更是一流。其实朱家是马来西亚槟城的首富，集团每年收入超200亿。作为千里千金的朱丽倩，并没有因此觉得高人一等，也没有因此自负骄傲，而是一直很低调不张扬。华仔果然有眼光。事实上朱丽倩跟刘德华在一起有20多岁，但没得到证明，一直没得到证明。直到刘向慧出生，刘德华才向外界坐实了刘太太的身份。期间
朱丽倩一直不争不抢，并不在乎名分，只是一心一意对待家人，很恬静贤惠，不张扬。这也是刘德华父母喜欢他的原因。天王嫂朱丽倩年过半百，但这素颜真不是吹的，皮肤娇嫩光滑，脸色红润。刘德华曾说过，朱丽倩很注重保养，常吃黑糖、生姜块、红枣等来补气血。怪不得朱丽倩50岁了，依旧明艳照人，气色特别好，当然少不了保养的功劳。朱丽倩年纪不小了，但是肌肤如同20多岁一样，气色更是红润。女人更要对自己好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保养对女人来说是非常必要，如果你想变美，可以学学天王嫂朱丽倩哦。参考来源